但是如果用他的逻辑的话啊，那他现在的高雄市政确实是在放牛班了哈，所以他应该要想想看，他面对这个高雄市政是放牛班，他用他的逻辑应该要好好的想一下吧。那我想请教一下，就是韩国瑜最近有说，因为他在国中的时候看女生的小腿，然后变成是成绩后的段班，那好像是一个牵拖的这样的说法，总统你怎么看？这怎么回答？好了。这个是很奇怪的讲法了哈，但是如果用他的逻辑的话啊，那他现在的高雄市政确实是在放牛班了哈，所以他应该要想想看，他面对这个高雄市政是放牛班，他用他的逻辑应该要好好的想一下吧。